你挑战我买单第二期，你挑战我买单，我是氪金犀，不用你起装备，战神六套，六幺法老，995 H4随便选，只要你能完成我给你的挑战，暗区全家桶抱回家，4格防弹箱，满格钥匙链，6格防弹箱，满级手册，让你整个假期畅玩暗区。听挑战，用自定义装备在20分内击败26个鸡哥，就算你挑战成功。本期挑战已经有多名玩家挑战，但至今还未有人成功，所以我再次降低难度，20分击败26个人。大家记住，不用舔包，不用追其他玩家，只要追着鸡哥打就可以。有自己的兄弟们，赶紧来！